Come on.医生说我随时都可能瘫痪，我要跟你说，这事儿没完。他要是再这么跑下去，事儿就大了。张兰鹏，你不说我没事吗？你大爷，你骗我呀！警察同志，就这人关他一辈子。去你的！他会蹲监狱吗？你不是说你要保护他吗？可是你怎么把他送到监狱去了？大鹏，你说话不算话，你说话不算话。你帮助路飞是为了路焕，但是总得有个头啊。不能没完没了啊。这十几年都过去了，陆焕的事儿一直压在大鹏哥心里，放不下也忘不了。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律师好好问一下关于陆飞的事情，看看能不能帮到我们，你觉得呢？是关于你们的凡人奇葩谈的。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观众，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家长的来信，他们一致反映节目的格调和开放度恐怕不太适合在电视台播出，所以不会是要停播吧？如果下个月你再做不出来一口不同声的样片，台里很有可能没你的时段了。我的主意不只包含一个方欣然，还有自己。600万，你怎么不去抢呢？说什么呢？啊，我弟差点命都没了。医生说了，他很有可能马上就恢复。废话，那是可能。要不是接受最好的治疗，他很有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就这么点钱，怎么着？想买他后半辈子？再说了，我这600万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给我弟的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另外一部分那是赔车的钱。车不是有保险？你搞清楚，我那辆车可是兰博基尼加利亚多，昨天4S 店刚提的车。车牌和保险都还没上呢啊！今天就遇上这种事儿，你以为我愿意啊？慢去，慢去，你冷静一下啊！我希望呢，我们双方能在一个友好的氛围下，慢慢的商量商量。没商量。你总不能一口价吧？行啊，没钱赔是吧？那咱们法院见吧。哼，咱们让法官看看他到底关几年。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说话？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再说一次。我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还有理了？哎呦，大姐姐，这么大一个数目，你让我们想想呗。行，趁我们还没有反悔，好好想。哎，哥，这有什么好想的？别说600万了，就是打一折，你把路飞他妈这把老骨头给榨干了，这钱也凑不出来。你看他姐这样，像个能谈的吗？得嘞，就这德行，哥，你要不拦着我，我抽他！有什么事儿还非得见面说呀？有很重要的事儿。走吧，找个地方坐下细聊。
吃饭的地儿吗？说了是带你来见一个人。刘主任，您怎么在这儿啊？大哥你好，坐。唐哥，你知道我是很欣赏你的哦。头几年呢，我在你们传媒学院还当过传播学的客座教授呢。今天我来呢，可不是代表我们台里了，我是代表我自己，想跟你聊几句。刘主任，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好，我呢和展大鹏展总呢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尊敬他，也非常了解他。之前几个月呢，他和他的公司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口不同声这个栏目呢，我觉得依他目前的状态啊，他们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就算他拖着完成了样片，也过了我们台收片的黄金时间了，很难卖了。所以我很真诚地建议你，你是不是考虑一下和我们小麦网的何总来合作一口不同声呢？小麦网的实力有目共睹，这可是难得的好平台。刘主任作为行业前辈，也是个惜才爱才的人，我的话你不在乎，他的话你总该好好琢磨琢磨吧。参哥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嘛。刘主任，我已经选择了明主，就是展大鹏。他已经过气了。士为知己者死，我不能背叛他。谭哥呀，对于一个想在传媒行业出头的女孩来说，抓住青春很重要，出名要趁早，趁着年轻抓住机会，出来就出来。就像方欣然，他要是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等待上，恐怕想出来也困难。哎呀，你饭不吃，水得喝点吧。你说小飞，他可能还没吃没喝呢。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前几天跟着陆欢一起走了，我也不用跟小飞操那么多的心。你说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孩子，怎么命就这么苦啊？钱到用时方恨少。哎，喂，展总，你睡了吗？这么晚了，有事儿吗？哦，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跟皮卡哥今天不是见那个马达的姐姐了吗？这个还顺利吗？没谈拢，难搞。是因为赔偿金额没谈拢吧？我看到那个马达姐姐那面相，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不好对付的人。你没受气吧？没事儿，我早就料到了。哦，那个，有什么你就说嘛，别支支吾吾的。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顺便问一下，咱们那个一口不同声什么时候开始录制啊？着急了？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想看看，在这之前呢，我有多长时间练习。是这样，按照我们原来预计的呢，恐怕要往后推一推。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作为主持人啊，也有更多的时间啊，可以去。哎呀！展总。展总怎么了，展总？说了没事儿，不用来医院。你
是怕打针呢，还是怕打针呢？啊，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必须得让医生看看。大半夜的，人家都下班呢。那也得输个液，缓解一下，不是吗？在这坐着不许动啊！我去给你挂号。医生，这 X 光片也照了，到底有什么你就直说吧。通过这个 X 光片，我们发现有一小块阴影，但是始终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小块弹片。弹片？你能够确认它是弹片？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国外，伊拉克哦，不正在打仗吗？对。那么当时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也有限，嗯，做手术的话呢，风险也太大。如果冒险开颅取出弹片的话，我有可能会伤到大脑神经，没错，也有可能呢会终身瘫痪，嗯，甚至变成痴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拒绝了手术，这弹片就一直留在里面。我真不知道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可现在呢，这个弹片已经开始压迫你局部的脑部神经了，所以嘛，你应该经常会发生这个经常头疼。嗯，我知道，就是因为这块小弹片。既然你对病情这么了解，那我就郑重地建议你立刻进行开颅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否则不但会影响你的视力，而且有可能要你的命。如果手术的话，几率是多少？这有50%的几率可以恢复，但是剩下的50%吧。我明白。哎，蒋先生，任何人对开颅手术的决定都是很艰难的，不过你一定要快呀。医生，嗯，我有个请求啊。你说，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属也不行。嗯，你就当我没有家属。给这块弹片保密比把它取出来更重要，你理解我的苦衷吧。你这是在跟命赛跑啊。哎，护士你好，那个35床的人呢？走了呀。走了？嗯，医生让他走的。我不清楚，他跟医生谈了话，然后就自己办了手续离开了。哦，他跟医生聊过了是吧？那看来问题不是很严重。那我就放心了。给詹斯打个电话，看他在哪。不接啊？嗯。直接去他家呀，肯定回家了。没人影儿，不在公司也不在家，他能去哪儿啊？要不我再打一个电话。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奇怪，没电了吧？那么大一人，不可能弄丢了呀。走，展爷家。大哥，看你一个人在这等半天了，临时等人呢。哎呀，肯定是的，你在这等了这长时间了。
你等人咋还不来咧？我想见的人没来。哎呦，这还不容易啊？你直接去找他不就行了？谢谢你。腿吗？我串的，我这凑合着用的。我现在连门都关住，严重影响我个人的形象。振爷，脑白金、萧景莹的，听说对中老年人身体特别好，帮助睡眠，还对肠道好。我买的。傻呀你啊！我脚坏了，你给我买脑白金干什么呀？我是替我姨妈给你买的。我姨妈可惦记您的腿了，就说人没事儿吧。说瞎话，说瞎话，我这腿就更瘸了。展爷真是明察秋毫，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火眼金睛。哎，展婶来看您了吗？他人呢？展婶儿啊，展婶儿暂时没来。啊，他没来呀？那我们刚刚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他也不接，就还以为过来看你了。你家那赶紧到外边找他去。他没来看你啊？那明天怎么办呀？明天新招那几个小孩来上班，第一天老板不在不合适吧？哎呀，没事儿，展婶那么上心，他事业心很强的，他明天一定会出现的，是吧，展爷？我哪知道啊？喂，这才十一点呀！我给您加钱呀，五块，我加十块。大清早谁去哪儿不去？喂！为什么不去啊？去哪儿呢？去哪儿？大活。走，欢迎乘坐山城市主城场，详细好安全带，谢谢。兄弟啊，跟你喝点酒，心里踏实多了。哎，我想来想去啊，我就想你得在哪儿啊？啊，我到快走着了，我才想到你应该会在这儿，我就跑来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打车打了好几辆，我一说来这儿人都不来。幸亏我聪明。哎，我跟你讲，我跟那个司机可好玩了。你没事吧？你怎么手机也关机呀？我跟皮卡哥可担心你了，知道吗？哦，医生说你的病情是跟嗓子有关吗？是说不出来话是吗？现在没关系，没关系。什么胖大海呀，然后枇杷膏什么的，该吃吃，该喝喝，时间长了就没事了，真的。你嗓子才有问题。你平时不是喝啤酒吗？陆焕喜欢喝白酒，不上头，喝着还舒服。那也不行啊，再好的酒也不能贪杯啊。哎，我来，我扶你起来。不，我能行。兄弟，我先走了。改天再来跟你喝。你说昨天
我就回去换身衣服、吃个饭的功夫，你就跑出来了。这医生说你老头疼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我是让你们给气的。哦，让我们给气的，那是工伤，那可以报销的。我看呀，你就让路飞给气的，不然你不会跑到他哥这儿来告状。是啊，我让他哥给他多个梦，梦里啊好好骂骂这小子。确实是不让人省心。这下呀，路飞他妈得砸锅卖铁了。幸亏啊，我不是他亲哥，否则的话，我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顾这小子给霍霍的。以后啊，你要有什么心事想聊天，可以，别跑这么远，你找我聊行吗？找你聊？嗯，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呀？行，那你找展爷呀，你找皮皮哥呀，他们俩是大老爷们儿啊。找聊天对象啊，找死人比找活人好。嗯，行行行行，只要你没事就行。回公司吧，皮皮哥等着咱们呢，还有一堆新员工等着你回去训话呢。我困了，回去睡觉。喂喂喂喂喂，你一个工作狂还有困的时候啊？看看，就是酒闹的。不是吧？你手机不是有电吗？为什么关机啊？什么？我说你人到中年还玩任性，真是能做。师傅，久等了，走。再等一分钟你不出来，我真就走了。哟，这人怎么了？怎么跟中了邪似的？我就说这地方不能来。哎呀，别瞎说，就是喝多了。正喝出新境界了，跑这待一宿。玩聊斋啊？回城。好嘞。哎呀，詹 Sir， 你是床上睡还是沙发上睡啊？我睡哪儿你管得着吗？赶紧走，上班去。你不去，那新人来了怎么办啊？让皮卡对付。不是吧？展 Sir 都放权了，这世界是真的变了。那皮皮哥还不得感动得痛哭流涕呀？你快走吧，啊，没事儿别打电话骚扰我。你放心，我不会扰你清梦的。我看见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对了，我也给你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我昨天晚上担心你，担心的一夜都没睡。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你关心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什么是避嫌吗？我这拍马屁还拍出毛病了是吧？我要不是看着你是我的上司，以前对我还行，我这叫将心比心，以德报怨。你话太密，你要是不走，我真就吐了啊！哎，小花，我是大鹏，什么时候过户也好了吗？啊。还没呢，哥，尽快吧，我想尽快拿到全款。客户这个付款方式好像有点变动，要不我约你们双方坐下来谈谈，行吗？尽快约。大妈，我都说了，现在还不能让您见路飞，他不配合我们好好工作呀。你说，我就想看看我儿子，求求你们，您也别着急，等啊，我请一下领导，然后给您回复啊。那你们得关他多久啊？你说我儿子，他从小没爹，他真不是个坏孩子。你爹，这不是好孩子，那这事啊，他不是好孩子坏孩子的事。你说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了？哎，这是路飞的妈，快打120！我认识他，我来送。
哎，康律师。喂，老展，马上来一趟人民医院，路飞的妈妈住院了。是气恨我，刚才医生说了，老太太的情绪很不稳定。哦，还有，老太太的心脏做过手术，这要是激动起来，那可是相当危险呐。我知道了。本来今天呢，我是想去看看路飞，和他谈谈，没想到刚好撞上这事儿。行了，你在这儿吧，我还得去忙你的事儿。我客户这边呢，尾款上稍微遇到有点困难。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我这边啊，月底能汇点汇款，完了之后中间出点问题，所以现在这个尾款可能……什么意思啊？那房你不买了？没，肯定没。我和俺弟媳妇刚刚稀罕你这个房了，今天找你来啊，就是和你商量商量，咱这个房如果走这个商业贷款，你看怎么样？要多长时间？贷款什么也得一两个月才能办得下来吧？哎呀，我急着用钱，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哎呀，哥，你需要多少钱？什么时候要？我看我客户这边能不能在这个周期内给你凑上，然后用这个自行支付的方式给你。弟，如果以我拿玩的话，我能给你凑凑，问题不大。我够了。那您方便说个数吗？不方便，总之很大。你这样吧，小王，我想问你一下关于这个抵押贷款的事啊。你要办抵押贷款，不是您这套房子吧？不是这套，我还有个小院儿。太阳文化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虽然公司之前遇到一些困难，但那都是暂时的。从今天开始，太阳照常升起，希望就在前方。大家跟着展总好好干，争取把《异口不同声》做成生成数一数二的合家欢节目。大家有没有信心呢？有。我听不见，有没有信心？有。皮总，咱们展总呢？展总啊，今天有个大业务要谈，来不了了。但是他让我给大家带个话，欢迎大家加入太阳文化的大家庭。有一位美国作家曾经说过，理想就是人生的太阳，而你们就是怀揣着理想的年轻人。展总希望你们在太阳文化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哟，真是可惜了，不能第一时间仰视到展总的真容啊。不着急，大人物出场嘛，总得有点铺垫吧。放心，会尽快让你们见到展总的庐山真面目的。哎，唱歌，听圈里都传说展总是个特别冷血，哦不对，特别铁血的人，是这样吗？都传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样啊，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啊，这工作还这么危险呢？可不嘛。不会吧？逗你们的。
有一点是真的啊，展总呢最讨厌员工在背后说领导的闲话，所以你们以后把嘴都管严点啊。皮卡丘，唱歌，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就闻着空气中突然有股怪味，原来是叛徒的味道。大家好，看到了你们，就想起了当初的我。哎，我可是太阳文化的老人，算是你们的前辈啊。前辈，后来也背叛革命了？啊，不敢不敢，是展大鹏看不上我了，我就只好跟着方欣然去了小麦网。你那点黑历史还好意思往外抖？我没觉得黑呀。哎，是你们一直在黑我啊。行了行了行了，第一天上班大家都认真点，回各自的工位上去。有什么话私底下说。新地儿环境不错嘛？嗯，当然不错。怎么着，想回来啊？没门。你看看皮卡哥，你总是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没必要。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男人嘛，有些情绪总得放下，是吧，皮哥？跟你很熟吗？我可不像你那么没心没肺的，我这人啊，就好记点仇。周亮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你来干什么呀？路过，就上来叙叙旧呗，看看咱们太阳现在怎么样了，看看新节目进展的还好吗？好，特别好，叛徒也清干净了，公司也清爽了，事情特别顺利。你呢？你在那儿怎么样啊？哎，实话实说，开始刚去的时候，还有点欣欣向荣的意思，做了几期节目，掀起点小浪花。可是做到现在，觉得有点后劲不足，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跟方欣然弄的那个《凡人奇葩谈》，电视台刚刚给停播。一个网络节目，格调能有多高啊？反正你们也不指望电视台，光网络就够吃了啊。但咱们毕竟是做电视节目出身，总是有点传统媒体的情节，谁不希望自己做的节目能在电视台播出，是吧，皮哥？在申城台还得看我们一口不通声的。我听说你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录制新样本，展大鹏不是一个拖延症患者，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有展大鹏啊。嗯，一切问题最后都不是问题。嗯，牛，展大鹏是万能。真有点信大鹏哥德永生的意思啊。嗯，唱歌，妹妹。嗯，我有点渴，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呗。皮卡，叫什么呢？皮哥。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有任务在身。我就知道你臭小子不是来叙旧的，你那死鱼眼一翻啊，我就知道你要出什么番。说吧。那你应该能猜出来，我是带着我们 CEO 诚挚的邀请，只要你肯过来，一切条件好说。一切条件好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哇，这暴风雨来的可够猛烈呀。车就在楼下，何总说了，只要不嫌弃，马上开走。哥哥从小到大呀，能有个车开就已经很开心了，从来不挑啊。给我那么好车，浪费了。至于条件嘛，哥们儿现在就缺一媳妇儿。你们 CEO 那么大方，送媳妇儿吗？哎，我可不要虚拟的，我可是要带肉的，那种金发碧眼大蜜。怎么着？不行啊，那你跟我吹什么牛啊？还说一切条件都可以好说。哥，小麦网是真缺你这样的人才。嗯，一个资深制片人对一个节目制作部门是多么重要。你带着唱歌，还有你们一口不同声的策划一块儿过去，何时不会亏待你们。说来说去，你是想敲我们的新节目啊？强强联合嘛。唱歌很听你的，这事儿只要你肯下功夫，准能行。劳您大驾白跑一趟，我们没那么近。哎，别这么说，何总还有方姐是真心的欣赏你们，
我告诉你，让你进来是给你脸吧，再有下一次，别怪我不客气了。皮卡，有句老话我告诉你，当运气向你微笑时，就赶快抱住它。滚。滚开的水，他就滚了。哦，帮我呀！他是这么说的吗？对呀、啊，我就说嘛，皮卡这次这么多年跟展大鹏就没学别的，就学了一件事，死要面子。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其实何总，您看中的不就是一口不同声吗？您直接找唱歌做工作不就得了？干嘛在皮卡那儿使劲儿啊？先走了。方姐，你找我。坐吧，周亮。怎么了？无精打采的，不像你平时的样子。没什么，替何总去办点事儿，还没办明白。何时直接找你啊？方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你是我带过来的人，但毕竟何总是大 boss， 如果他吩咐了，你不说我也不勉强。你自己琢磨吧。他要娃唱歌和他的新节目过来，这事儿你知道吗？怎么你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很高兴，你能来告诉我，说明无论如何还是我们最亲。那当然了，我跟着您多少年了，方姐。你不生气吗？唱歌那个刚毕业一年的小丫头，何德何能啊？何时要做她节目，还想提拔她出镜，这明摆着是要打算力捧吗？这可真是的，难道下一步还想让她和你平起平坐不一样？你觉得会有这么一天吗？要是这么下去，说不定。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唱歌和何时曾经是大学校园里的恋人。怪不得，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嘿，唱歌的小丫头片子，原来有这么硬的关系。那何时是不是打算跟他破镜重圆呢？你觉得这会对我们有影响吗？要是这样，唱歌要是真过来的话，那就是奔着老板娘的路子来的，那咱们不就……所以我们想要在小麦网稳稳地立住脚，必须靠节目说话。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有事想跟你商量，《凡人奇葩谈》之后，我想做一档新的节目。太好了，方姐，什么节目？这个资料你回去好好看一下，里面有一份我出你的节目策划案。创业励志类真人秀？申城还没有这个类型的娱乐节目，我会让我们的创业兽再次火爆网台。创业兽？对，我起的名字。兽是征服的野心，有征战的团队，兽通秀。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高端的创业秀场。Allowing me to be a part of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of your lives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your next chapter. To say that I'm honored doesn't even begin to quantify the depth of gratitude that really accompanies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Harvard. 刚才大鹏哥来电话了，说他明天肯定会来。让他休息一天也挺好，省得回头他头疼又灌输我们气的。行，时间不早，回家吧。我再待会儿。那我陪你。城市，孤独的游荡，霓虹闪动着，映在脸庞。风雨中摇晃着，冲破土壤，哪怕被荆棘划下了伤。对
少次听见心跳的狂响，看温暖的光晒干悲伤。平凡的人要给自己一个肩膀，相信我，明明就在路上。遇见的风很大，天很长，就该勇敢去飞翔。奔跑的心会长出翅膀，每一点痛